弟若是无私大爱啊，真诚信修化不业，正行饮食啊，可立地善行恶往成菩提啊。各位，如是，如是就是真实啊。人人啊，爱用大慈悲啊，如是大慈大悲，如是行正信行，无私的心付出大爱，人人哪会当真诚信受，自然啊，咱就会当通化解了不易啊。上面已经讲过的，普明王啊，伊呢就是用如是真诚的心，展现迄份的大爱，会当将不易的心。甲罗刹、夜叉，迄种的心嘛，会当安尼解化解过来，这都是爱靠咱平时，唔是干那讲有信仰啊、虔诚啊、礼拜啊，安尼都好，唔只是安尼哦，虔诚的内心嘛，正行在外。所以呢，咱爱正行饮食，所做的代志，咱爱言行合一啦。安尼呢，才有法度说服了迄种不义的心，调伏迄种的恶念无明。那一旦安尼，敢唔就是成菩提咯？所以普明王一旦说服不足啊，甲千王啊，同时呢结为真好的朋友，如兄如弟，成立了一个亲情呢，就是人人为一家啊，用什么方法啦、啊？我在会当向善行啊，信受承诺，那就是呢，千人每人一支花啊，三支头毛合挂来呢，这个在发呼吸用，安尼呢来，这是这个善行哦，这呢就是智慧啊。从安尼开始，佛教就甲迄个千王啊，解放转去咯。人人得了自由啊，共同呢一念心，大家人又好啦。哎呀，人生啊，就是江山再大，且再搁再美且豪华的宫殿。嘛是唔是长久啊？所以呢，认为法这是英雄啊，所以大家人呢，约好共同未来这个灵鹫来修行啊，来听法啊，所以回去呢，开始啊，将迄个小国就委赠给太子。和伊个第二代囝，带着愿意对伊个人，就拢总集合倒转来。伫这个山，这个山呢，总共有五个山群合挂来呢，就是一个灵鹫山。所以伫这中间嘛，有真侪百姓啊。感觉讲吼，国王啊，都已经伫这个所在建设，所以呢，伊个国家这个千国的人民啊，
有的人也愿意呢，对着国王来这个所在建设，把咱来这起厝啦。所以呢，一时之间啊，这个地方人口拢增加起来了，真侪人呢都来这起厝。除了一般百姓以外啦，当然啦，千王呢嘛立下伫这个所在，但是呢，唔知安怎有七处呢？火烧，火烧的地方啊，拢是一般民众的处，单独呢国王的处都无烧起，所以因为安尼有真多啊的百姓。感觉真奇怪呀、啊！一般的民众的厝，一二宅呀，已经是七厝呢，火会烧。单独呢，王所起的厝，拢无受烧着，所以大家人都想讲，来向王来请求，请求讲，不如呢，阮的厝啊，拢总该称为。王下，所以这中间，大家人认为呢，也可行啊。凡是来到这个所在起厝，每一间厝，每一个家庭，拢会当可以叫做王下。所以从安尼开始，一般的百姓嘛是会当称下为王。咱就会当知影讲，当初啊，这千王啊，共聚一处，伫深入佛法啦，迄个心呢，会平静，阶级啊，拢已经呢平定啦，尤其这个下呢，嘛会当改改做下，就是一王。下千王，这嘛是下吼、哦，尤其是呢，这个千王引起呢，所有的百姓伫这个所在立家啦，拢会当称为王下。这呢，就是一个真正的和平的世界呀、啊，所以称为。王下城，这已经呢成立了真侪人口啦，真侪人的厝都住伫遮。那么尤其是呢，这个山厝安尼起起来呢，看起呢，哦，这个等于是一个城港款啦，所以叫做王下城。那王下城呢？中和一国又是搁伫多位啊？当然，这只不过呢是一个国，夏威国的内底呢一个城。那当然，这个城呢，伫一个群山的内底有五个山嘛，夹起来啦。啊，这个山呢，还有一个河哦，通清啊，叫做。稷下郡，咱译为灵鹫，就是迄个形啊，好亲像呢，迄个鹫鸟的头。啊，看有当时我若要去台东啊，那到到迄个瓦金落叶迄个所在，不由自己呢，就会向东边看。迄、那个所在有一个山，有一个角度看起来，好亲像呢佛的头，真呢，真不可思议啊！角度无同，你去家看呢，每一处对迄个所在过，每一处呢都是啊，内心起着真欢喜。迄、那个地方叫做道兰山。道兰山是我行过的路啊！迄当阵呢，真正是啊，
懵懵懂懂啊，听人诶讲啊，迄、那个所在有仙人哦，自然啊就会好奇心嘛。孤立诶人呢，安尼了过了杜兰溪啊，啊爬去哩杜兰山呐、啊，去到迄、那个，就是啊，啊亲像一个佛头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平尖诶面顶。就是最高峰的地方，其实去到迄个所在吹，什么都无啊，只是呢八九点钟的路行过啦，迄危险的路程啊，实在是吼过程啊，真危险，好亲像伫咧探险共款啊。当然啦、啊，大地山河啊。一山关过一山，尤其呢山水的变化，真正是莫测啊！我甲大家人讲过去，哦，一缸水出来呢，那小的甲冷的动员呐，明明看伊刚一个所在出来的，但是呢冷热动员，这讲起来。可能大家人嘛感觉真不可思议，但是要甲恁讲，如是真实，是真实的，是安尼啊，这实在是吼，这奇妙莫测啦，天地之间啦，这是我捌去行过去，但是呢，即马定定那对遐过呢，总是有一种的感受。感受到迄份呢，真亲切的感觉。啊，迄、那个山真大，啊，一山过一山吼、哦，真正是呢，这是一个真奇妙。但是咱即马路安尼伫咧行，所行过呢，无同的角度看，无同的形态。我想，印度这个灵鹫山呐、啊，应该也就是。在某一个角度看去呢，确实有迄个鹫鸟的头啊，迄、那个形。对啊，几年前啊，咱经典杂志啊，有去探勘过去啊，去看过了，讲哦，过去2500多年前，迄当阵呢，佛陀的位置遗留落来啦。说法的地方到底是生做什么款？人惊到位去啦，已经甲伤袭落来。但是，是毋是过去呢？迄、那个灵鹫山呢？迄、那个平台看起来无偌大，一点啊尔点，搁看的呢？除了这个平台以外呢，啊，就是山安尼直直出落去哦。那后面各有山，前面呢安尼是直直出落去。那感觉起来地方无大呢，不过现在伊的名称都是叫做灵鹫山。行到迄个所在，真正有一个。真久的迄个平台，就是佛说法的地方，看起来有一点啊，是迄个鹫鸟头的形，伫经典内底嘛有想出来啊，这拢会当证实以这个鹫鸟为名，叫做灵鹫，嘛叫做鹫头吼。那搁再有人安尼讲啦，传说中啦，印度呢有安尼的风俗，人那是往生啊，唔是用棺木堆起来，一般的人呐、啊，就是叫做天竺，所以伫这个灵鹫山的南边呐、啊，有一个山叫做。西多林，
这个西多林这个所在，就是呢，人啊往生去，都是该跟去迄个所在。啊，天众，不管是日拍啦，或者是火压啦，就可以正自然的腐化。腐烂去吼，腐烂了后呢，那鸟啊拢会集挂来呢，伫迄个所在啊，食这个尸体的肉。所以呢，伫迄个地方啊，有真侪的旧鸟伫遐设置，因为呢，迄个所在有真侪因的食物啦吼。就是天众的尸体吼，伫迄个所在，所以呢，也叫做西多林，都、就是伫这個九山的南边的山哦，安尼的地方嘛是真侪旧鸟集中的所在啊，因为安尼叫做灵九山吼。搁在传说中呢，这个山呢。真侪的山神、罗刹、鬼神伫这个地方呢，这是古代传说吼。因为安尼啦，当阵的人呢就称呼这个所在叫做九山，这个山的周围吼，也近伫迄个城吼，伫这个摩羯陀的城。的附近无偌远啦，这个山呢有五个穴，五个穴就是五个洞啦，山洞吼，根据古代的传说啦，这五个山洞啦，伊呢佛居在中间吼，啊，唔是伫现在释迦牟尼佛。是安尼啦，其他过去的诸佛啊，就是讲都是伫这个所在说法，都是伫这个所在说法华经。佛呢，过去的诸佛嘛是居住伫这个五个穴的中间，那其他九个穴呢，是地主所居住吼。这呢是过去阿弥的传说，这个地方呢，也是佛讲经上最的地方啊，所以这个所在呢，称为灵山。佛灭度了后啦，是罗汉所居住的地方，所以讲起来，这灵鹫山呐、啊，好像就真有灵气啦，但是呢。在外面的人来看这个山城，所看的呢，无啥共。有的人看起来，这个所在无啥遐啊，无不都是土啊、树啊、草啊、石啊，敢那安尼而已啊。那有的人呢，看，哦，唔对哦，还亲像七宝庄严嘛。这呢，有个人看的形态无同，就是阁有人看到的呢，感觉讲，哎，这个所在呢，好像诸佛游行啊，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圣境。个人的心灵境界无同，就亲像我拄只咧讲，迄、那个道南山呐、啊。个人无同的角度来看迄个山，都是无同的形态。偏偏有一个所在呢，看起来就是真像一个佛头。有的人讲，那有我看到都哪无像呢？啊，我看到又是哪亲像哦？等等，无同的看法。那经过解说了，哦，有伫这个角度看到呢。真像一个佛头，啊，就亲像讲，咱伫观道啊，看起迄个观音山，是安怎伊个名叫做观音山？哦，亲像一个观音菩萨，伊形态伫遐，
啊，亲像观世音菩萨的头伫迄个所在，哎、欸，看卖咧，哎、欸，有影咧吼，那安尼远远看去啦，有神，都要去咱的官道这里、個，这条路呢，啊，你都目睭向前看呢，真神哦吼，所以啊，这个山啦。咱用什么境界去看这个山成什么形？何况啊，都叫我讲过去，天地啊，真多呢，不可思议呀、啊！迄、那个奇妙的形态，人若到迄个境界呢，你所看到的呢，从家己亲目睭看到，嘛会感觉讲真奇妙，不可思议。但是啊，有的人听到呢，哪有可能？吼、哦，真呢，就是境界啦。真正大像迄个境界，就是真实啦。伫外面拥有的呢，拢是不如是。所以呢，以如是无私大爱，真诚信受化薄呢。这种呢，这么这薄恶的境界啦，都是需要呢真诚爱信受，所以信为道源，功德妙啊。咱若是讲话互人相信，自然呢就会当转心境啊，转薄恶啊为自祥，这不是无可能啊。但是敢若用讲的无效，必定呢爱正行饮食，都会当头揭开了彼此相闻呐。那就是亲像安尼，一山神恶王呐，嘛一生菩提啊。所以呢，集中伫这个真有灵气山的内底，过去的诸佛、现在的佛呢，都是伫这个所在说法。这是一个灵山，灵山自在觅寻条啊，所以人人呢都有一个灵山塔，只好呢向咱的内心啊，好好去找出了咱心中的灵山，所以人人呢爱时时多用心啊。